我们就新增了207例，好 ，COVID-19 哈确诊的个案206例是本土，一例境外移入。好，疾管署的防疫师哈陈婉清陈医师以及我啊，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目前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形。哎，各位记者李世先生，大家好，大家午安哈。跟大家报告哈，我们就新增了207例，好 ，COVID-19 哈确诊的个案206例是本土，一例境外移入。那今天所新增的206例的本土个案为90男，116名女性，年纪介于未满5岁至80多岁，发病日啊到裁剪日哈，介于4月6号到5月15日。居住的县市分为台北市97例，新北市89例，彰化县9例，宜兰县及新竹县各3例，桃园市及基隆市各2例，台中市1例。那整个跟茶艺馆相关的大概有14例，那万华的活动室有19例，这两个状态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宜兰游戏馆相关的一例，那相关的社团有2例，那当然是现在的基本的疫调，那持续的疫调还在进行。